耶！韩国人，再过四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先祝所有建中的朋友，还有所有的朋友们 ，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！今天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校园演出了。校园演出跟其他的地方都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很近距离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比任何地方都热情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好又是圣诞节，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，有一个礼物，对，我要制造一个圣诞礼物啊，为了建中的朋友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建中，我请了一个特别人物，啊，我请了一位在建中流行音乐社的一个指标人物，他的名字叫做蔡大山。我要请他上来跟我一起合唱一首摇滚歌曲《黑暗骑士》，送给你们。
还想听歌吗？啊，你看我们的热情啊，让雨越来越小，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已经开始下雪了。接下来想听什么歌？啊，来首蛮浪漫的歌好不好？来首一点中国风的歌好不好？很适合这样的感觉，微微的下雨，很浪漫，送给你们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曲《江南》，送给你们。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。再次的掌声，请欢呼声给我们的林俊杰。